N9896 日前化身主题乐园一日实习生出席圣诞活动，除了同卡通人物一起招呼宾客，还兼任圣诞歌咏团成员为大家献声唱圣诞歌，最后再换上靓靓造型出席圣诞树亮灯仪式添啊！我系嚟呢度做实习生，其实好开心嘅，因为我细细个咧系会每年都会圣诞节嚟迪士尼咯，呢个系一个密室或者一个传统咁样，跟住所以今次嚟咗我就觉得。同埋我以前咧細個有諗過去迪士尼度做 part time 嘅，跟住我而家可以實現咗呢一個小小嘅願望啦，叫做。唔少女仔都有一個公主夢，嘉欣9896都唔例外嘅。我係灰姑娘咯，即係我就幻想我係一個，因為細個要幫媽咪屋企做家務噶嘛，咁我就係灰姑娘啦，就幻想終有一日會有一個 Prince Charming 出嚟救我，就同我講啊，你唔好再洗碗啦。你跟我回城堡吧，我養你的。難道 Locker 就是那個白馬王子？錯了，在佳欣心目中 Locker 只是第二個卡通人物。Oh, sorry 啊，他是美女野獸的野獸啊。然後我就是Abel 這樣，因為我就是一個美女，然後他就是一隻野獸。虽然就快年尾，不过嘉欣9896依然开行推宝，仲预告嚟紧会出跳唱歌添啊！今次新歌就会有啲新嘅嘢俾大家睇啦，拭目以待。剧透少少，多少少。剧透少少系嘛？就可能会跳下舞咁样咯。要特登练喎，今次跳。系啊，今次要俾啲时间去排练呢个舞蹈。几耐啊？练咗。因为刚刚先做好个 demo 啊，所以而家就排紧只舞咯，即系仲未开始练嘅，但系唉，写透咗嘅进度出嚟，不过好快噶啦，好快，等等好快。点？净系睇呢几下 groove 都知佢有啲料到啦。